然后开始了，快点，姐姐，快点，我在等你啊！我是刚变老年的。快点啊，我在等你啊！老爹，就是85年的老爹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那你要做卖饼的，所以它是什么店？它是饼店，传统的饼店。好，那你看它招牌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招牌在哪里？这里招牌。招牌。招牌是冬瓜肉圆啊，它的招牌，那是它招牌的产品，在那边，哇，很老。喂、欸，关灯呢、欸？为什么？我们要关了。啊，它要关了。我们逛到这么晚了。哦，好。然后它外观是什么？啊，它外观的灯也关了。它要关门了。三鞋城。为什么没有办法买饮料？